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我的激战赞助人的配件以及激战赞助人。首先，这个盒子是我专门放激战赞助人的盒子，工具箱，新买的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我这旁边三只激战赞助人：毁灭黄金龙。黄金版双重黑龙，跟我最喜欢的圣光凤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工具箱，这旁边都可以放东西，只是这边我还没有放东西。然后这边我先放了这个他们设的后面那边。小小的零件，接下来打开，这里面就是鸡蛋蛋的零件跟弹珠。首先，我们先介绍暴云朱雀的延长炮管，然后这些都是弹珠，然后这个是救急暴云朱雀，对，那个终极暴云朱雀的。旁边那边，他的头那边的，终极暴龙出去的配件，然后这只终极暴龙出去的手，这也是，然后这个是暴龙出去的脚，然后这个是弹匣上下面那边。然后这个是终极暴龙朱雀前面那一段脚，然后这个是暴龙朱雀的头，然后这个是终极暴龙朱雀的后面那个压的那个地方，不太清楚。然后这个是超天翼苍龙的手臂，两只。然后这下面都是弹珠，然后这个是弹匣的上面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超天翼，这是天翼苍龙的头那边。天翼苍龙，神威苍龙限定版，超音速白龙，跟神风玄武，光者白虎，烈焰红龙，跟暴影朱雀限定版白色的，这是我跟我朋友换的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，我的工具箱以及三只弹珠人。如果这个要换成红色，这边就有配件可以让你换。他的手的地方还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还没放进来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激战赞助。
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